从我老丈母娘对我啊，对我俩都特好。我俩刚结婚的时候，没啥我老丈母娘都给你买啥，跟亲妈似的。我们俩现在一吵架，啊，一吵架拌嘴了，谁不对就说谁，我不对他也说我，把我当儿子似的这么看。沈宁的父亲去世的早，沈宁出嫁后家里也只剩下了岳母一人，所以岳母生病后，单伯言执意让岳母跟自己一起住，但是为了不给两个孩子添麻烦，他一直都不愿意去，不愿意跟他们掺和。再说的俩人家年轻人刚结婚一年多，我也不愿意过去跟他掺和，我也自己习惯了。就是这样的一位普通的母亲，现在啊，终于有些朋友了，然后终于好点了。我不想让他再像以前一样了。沈宁一直担心单伯言骗自己，骗自己说没有出去演出。其实，我们也能感觉到，沈宁最担心的还是怕单伯言再次成为北漂。一旦单伯言再去北京，意味着什么呢？两个人现在拥有的平淡生活会戛然而止。沈宁不是在管钱，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拴住单伯言那颗并不安分的心。音乐梦想，挣钱的渴望，这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，放在二人中间，随时可能爆炸。走啊，刚吃完饭，没钥匙，单伯言就和沈宁一起去了琴行。因为最近这几天单伯言在外面演出，我说楼梯里黑，所以琴行也一直关着。今天正值周六，所以下午的时候会有学生来学琴。来了，我都热啊，一会儿你给衣服给他脱了，完了再让他带。单伯言在外面教学生，沈宁就去了琴行里面的房间上网。沈宁很高兴地从屋里走出来，告诉单伯言钱已经打过来了，钱到了账了，小两口之间的误会也完全地化解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沈宁又非常生气地出来找单伯言。很好，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沈宁如此生气呢？